NBA 季前赛今日继续开打，雄鹿116-82击败公牛，加巴里帕克上来打劲，但这也是他全场命中的唯一进球。大洛佩斯击球字母哥传球扣篮，血布命中三分，字母哥连续攻狂，血布再中三分，雄鹿27-14领先。公牛则靠着替补波蒂斯的神勇发挥续命，第二节字母哥命中一记干拔三分，带队打出一波14-0，分差扩大到23分。波蒂斯的贡献背水车薪，血布命中超远压哨三分，雄鹿领先到20分。第三节雄鹿打出27-14比分，将分差扩大到33分，奠定胜局。字母哥十投七中19分13板5助攻，尼格尔顿15分，血布16分10板6助攻，公牛帕克12投一中得到2分，拉文10投3中得到8分，波蒂斯17分